我自己當然是很寄望，即係快啲完結，或者快啲有疫苗，或者快啲有一些即係好好正面的一啲即係旅遊嘅資訊可以快啲啟動翻嘅。因為其實香港本土講真都好靠旅遊業去支撐，係啦，成個經濟其實都好靠旅遊業。咁所以其實一日唔通關，冇外國嘅朋友嚟到香港，其實對所有各行各業嘅影響都好大。Thank you.